月尾咧，就今次我哋即係星星之火嘅特別嘉賓啦。咁、嗯、啊，其實上一集仲同你傾緊咧，就話即係你係香港樂壇啊，點樣啊？有啲咩人支持，知道你要做咩 show 咧？其實香港有冇一啲藝人或者係歌手啊，或者一啲幕後製作嘅人合作過？嗯，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咧。合作過意思係咩範疇都有嘅。拍戲啊多啲深刻嘅、之前拍過《撕票風雲》同阿任達華啦、苗僑偉、陳法拉，同任達華嘅對手戲比較多嘅，我做佢個女，咁啊發現咧同啲高手做戲真係唔同啲，因為咧佢哋譬如我有一場戲咧係鬧交嘅，咁啊你知啦，如果對方啲戲唔好咧，你好難入戲噶嘛。佢鬧第一下就我成個人彈起咗，真夠嘅，真係好驚。跟住仲要咧，佢鬧到你咧，真係喊噶可以。但你知道係做戲嘅喎，咁你都忍唔住喊。跟住咧，原來對方好咧，配合得好咧，你就會可以帶住你演嗰件事，同埋好勁嘅。譬如啲稿寫好曬咧，佢即時見到有唔妥咧，或者我難背啲咧，佢就會即刻同隊員講：啊，咁樣寫唔好啊，咁樣好難記，或者咁樣會好啲，即係會即刻改嘅。亦都有咁嘅權力啦，當然咁啊。所以我覺得啊。在他身上面都學到幾多嘢喎 ？OK 喎，嗱，你呢樣嘢咧就最難得嘅演員咧，佢頭先即係最難嘅反應就係真啊嘛，同埋嗰個佢即係入咗戲係俾人鬧，咁明明係做緊戲喎，但係佢真係反映咗佢鬧你，咁即係你其實非常之合咗個角色，就真係非常之好喎。呢個好難，因為啲人咧會諗啊，我嗰度要驚，要唔要係諗過咩？諗翻以前邊啲嘢喊咧？佢冇，佢就咁啊！即係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實？嗱，你又咁中意唱歌，細個自然唱歌，演過戲，會唔會突然間又？其實演戲嘅 experience 都唔錯喎，都幾開心啊，幾中，係啊，幾中意啊！嗱，咁喺個圈中裏邊咧，有冇乜嘢嘅工作咧、嗯，或者係有邊個人咧？你係不過我都幾純粹工作啫，唔係講個人。你會想做邊一類嘅即係演藝人咧？邊一類啊？嗯，陳奕迅咯。嗯。因為好癲啊！我覺得佢真係好放，係啊！我中意即係佢完全不顧儀態噶嘛，嗰啲係咁我其實都唔係好顧儀態嘅，咁所以我都中意瘋癲嗰個感覺㗎，即係我覺得好 enjoy 啊！哇！我完全唔理你哋嘅，我自己唱我自己嘅歌，發我自己嘅癲咁樣喺我自己嘅小宇宙裏邊瘋狂咁樣，我覺得好開心，好 free。咁就要嗰、那個。真係好似佢好實力好勁先啊！係啊，咁你咪癲咯啫！跟住啲人話最緊要個實力啊！係啊 ，Eason 都係一個我好尊，即係好 respect 嘅歌手啦、嗯。除咗佢好瘋癲之外咧，佢咧真係每一次都會喺佢自己音樂裏邊咧，都會注入一啲元素比較香港少用啲嘅。嗯，即係你喺個彈法裏邊咧，就唔係一般嘅歌，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同埋佢都會真係會去下唔同嘅電視台做一啲咧咩，去探訪啲露宿者啊，斯文多個收視三點咧。如果你計算係唔會做噶嘛，一個藝人係咪啊？點會去咧？但佢又會去做下喎。係啊，好好喎，佢個人好真咯。咁我同佢都見過幾次面，都傾過一少少偈咁咯。咁都幾 funny 嘅人，係啊，幾中意佢咁真。OK 嗱，咁阿余美喺個樂壇啊，短短我諗2007年你出嚟啊。到又有 TVB 啦，又有出碟啦，有電影咁啦。喺呢幾年裏邊咧，你覺得你自己嘅最大嘅得著係咩咧？呢幾年裏邊啊，最大嘅得著乜都講得俾人。我跌低過咯，嗯、即係我突然之間冇嘢做，可能喺好多人眼中就係、是、哦，你冇嘢做喎、哦，即係你突然之間消失。於呢個娛樂圈即係過氣歌手咯咁，好多人覺得唔好咯，但我覺得好喎、啊，因為我清醒啊，即刻個人知道咧，做娛樂圈唔係貪慕虛榮咯，即係你唔係話我睇我出名我就好勁啊，好囂啊，心紅啊，其實好低能啊咁樣係，即係但係我以前會係咁嘅，第一年一出嚟又細個，得18歲，賺到100幾200萬，哇你！你冇得唔囂喎，你見到個個都每個月得個3-4千蚊，啊你做咩我唔知喎咁，即係嗰啲感覺。我而家都係得講幾百蚊啫。家子啊！係你陳奕迅而家陳奕迅做打藝人做第一次喺網上歌。咁唔變咗係發現原來以為錢係好開心咯，有原來有以為有名好開心，其實唔係喎。當你做好多嘢，唔係你自己興趣，唔係你自己中意做，但你
擁有錢、擁有地位，其實你唔開心，因為你唔係自己想做嗰啲嘢。係、嗯、啊。最想做咩咧？嗱，咁你又知道之前你唔想做咩啦？你最想做咩咧？而家最想用心做音樂嘅、嗯，即係我都開始學習寫歌。咁啊，同埋下隻碟希望可以做跳舞歌，因為我自己不嬲都跳開舞，但好少即係有表演嘅、嗯，即係咁。冇人睇到你好多嘅跳舞嘅機會㗎嘛？啊，係。咁所以同埋用咩舞嚟嘅？你 hip hop 嗰啲 ？hip hop 咯，好型嗰啲咁啊。係啊，係啊。即係咩事？同埋我喺我經理人身上面都學到好多即係佢監製要求要啲咩音樂即係好嘅音樂係點啊？即係知道好多咯。講個監製嘅名出嚟先啦。哦 ，Gary Lau 劉廣源。係啊，咁啊，遲啲都係即係要揾阿 Gary 傾偈嘅，真係。係啊。因為 Gary 咧就係即係如果大家真係見到好多一隻叫天碟啊，嗯，咁就英皇裏邊咧見到好多嗰啲所，即係我哋見到所有嗰啲基督徒歌手，係做咗一隻咧好現代嘅碟，嗰啲天碟熱二咧已經面世。天外 ，sorry 啊。所以天碟係我以前嗰個時間卡拉 OK 嗰只碟，暴露咗自己嗰個年齡啊！天碟係嗰只咁大嗰只 ，OK， 好嬲自己添。OK， 咁樣嗱，即係話你喺佢嗰個監製嗰度學到佢嘅製作認真，嗯、有啲咩咧？咁呢、這個即係同一個好嘅監製嘅時候，會俾你有啲咩啟發？佢真係會執正我啲嘢咯，即係以前可能哦，你都係玩嘢㗎啦，咁求其啱音就得㗎啦你。但佢唔係啊！你冇感情，你冇走啊！即唱歌咧，最緊要咧就係感情啊！你啱音，你唱得嗰個技巧好勁，咁啲觀眾睇完哦，好勁啊！咁啊，轉個頭唔記得咗噶啦嘛，就係記得呢個人唱好勁咯咁樣。咁但係感動係令到你無法抗拒，而且你永世都會記得嘅。咁有係嚇？有冇咩歌手你自己覺得係即聽開，你覺得好有感動？唔一定話哎呀外國歌手，你有咩歌你係而家成日聽到啊？呢、這個歌手。我覺得佢唱歌好有感動，我會即係聽，你聽好多歌噶嘛，有陣而家。嗯，我自己覺得啊，係咪老線啊？鄭伊基，呢個比較。我自己好中意張惠妹嘅唱歌嘅，我覺得佢佢好叻嘅唱歌，好有技巧 technique 嘅，但係佢需要有感情嘅時候咧。有陣時候有啲感情係你唔需要用任何好巧叻嘅 technique 去做咯，佢即係適當嘅時候抌低曬啲 technique 就抌低曬，適當時候要就攞翻起嗰啲 technique， 我覺得好勁啊！呢啲人真係隨心所欲啊！係啊，好多把刀咯，係啊，好勁啊！我覺得咁聽佢唱歌亦都有種入心，即、就、係、是、會有流淚嘅感覺咯，係啊。好啦，嗱，今日裏邊咧知道咗咧，即係阿余美咧，即係佢音樂方面咧，真係有好多要求喎。而家都係對於即係，所以以後會好留意你一碟啦。多謝。之前冇留意嘅，老老實實。好得你咁講。但係真係喎，真係而家真係我聽過你現場嘛，好 honest 嘅，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就係好嚇到咁。如果我唔係聽過你現場，我想話嗰日你係感動咗我。即係我喺一個場合裏邊，佢就係唱緊呢一隻叫做《如果我可以》，係我自己好 personally 咧。即係我隔離咧，就唔好講隔離添。我見到幾個女士喺度買啦。一個男仔咧，就呢啲男仔有眼鏡好啲，扮出眼鏡嘅，佢唔想扮弱者。但我自己就睇完唱，即係睇緊嗰只歌嘅內容啦，可能係啊。所以加埋你真係 deliver 緊嗰個內容，我覺得你嗰種都幾忘我喺嗰一刻。所以我覺得所以喺呢度特別咧，即係話以前未必有覺得你會有啲。嗰、那個方面，我覺得你好有實力嘅，同埋唔好俾香港人同邊啲人跟前跟後，可能佢先會 surprise。哇！乜你都有呢種，所以我希望你繼續嚇、靠住自己嘅笑容啦，靠住自己嘅造型啦，同埋靠住自己的歌聲咧，可以帶俾我哋更多好音樂。好，哈利路亞。
愁，无后悔，让你捉紧这双手，但我身心已倦透，孤单内呼叫，极伤的心在难受，悲哭那天早够，呆望你日将天真可爱笑脸，难预计活过今天尚有几天，无法制止一切已定数，不许奢望走太远，泪干了又再不断，何时令这痛苦终止？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苦楚都归我所有，即使身心都给伤透，承受了不想多追究。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将来一定会飞的。挽留潮云尽处那方远走，明白你极不想，只好强自受，想越痛便会扑向我的手，无力再举起上作战斗，心感激在苦笑里，自知眼泪快哭尽，祈求上帝再听转一生，苦楚都归我所有，即使真心都给伤透，承受了不想多追究。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当一天走到尽头，祝福都因此挽留，潮云尽处那方远走。子母，你将来一定会飞的。啦啦